三点，好热。觉得是，禽鸟朴真荣，变很大，有新的市场，练习的这个地方也变很大。 我觉得会打电话给Ben，因为他比较会接我的电话。一个星期不洗澡，嗯，no，可以不用手机，不用手机，有电脑，不用手机啊，一个礼拜没有手机。十年我几岁啊？35岁吧，出我自己的衣服吗？ 没有，可是其他的人不会做吗？<笑>其他的人不是会做吗？不是，是粉丝做的。我们跟王力宏一起，因为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，经常唱他的歌。这是王力宏吗？这是王力宏，我说错吗？OK。